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。啊，我遇到异色的宝宝丁，这个就 Let's Go 吧，这 应该分不出来吧？有人分得出来了吗？这只是异色，哇，后面这只不是，反正我是分不出来的，应该不可能两只都是嘛？那 Let's Go 打它的话就不会攻击这样。哦，然后这个位置是在那个，这叫什么？宝可梦联盟，这是桌台式橘子学院嘛，在宝可梦联盟的宝可梦中心旁边。那这个也有机会刷到一对鼠跟那个狗仔包。目前只看到这三种宝可梦出现啊，好吧，那就先抓起来。然后那个异色宝宝丁 get 到的贼，不管要喊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刷法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嘛，就这附近，然后 Let's go 啊，然后就往后退嘛，他就不会刷得太远这样。他这个会刷宝可梦出来的位置大概有两个哦，左边一个跟右边一个。那有时候会刷在山壁里面，后来在刷的时候才发现。不知道为什么刷到山壁里面了，那就这样刷嘛，刷到不会 Let's Go 攻击的，就是那个异色宝可梦。那这边的话，那个狗仔包应该很明显，一对鼠跟宝宝丁非常不明显，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。那可能你可以认得出来的话就用看的嘛，我是觉得我是认不出来的。好，那看一下图鉴哦。哇，你也可以吃那个闪耀丽珊的料理哦，加一下异色机遇啊，反正吃之前存档嘛，没有刷到就读档。哦，有人认出来，哈哈，这只是异色的，这只是不是异色的，普通的，是有一点差啊，可是一个光线变化应该就认不出来了。好吧，有差别，但是。在那个地图上，我认不出来。OK，那目前抓到的宝可梦就，上一只是那个金光牙，这应该也是运气好刷到的。今天运气还不错诶，短短时间就刷到了。哦，那我应该还是继续刷吧，看能不能再刷一只一对鼠。还有两只，OK，那就差不多先这样啦。还有什么忘记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哦，大家拜拜。